有请。我替你所说，已经明下内事，他下相信，相信已经在五条门外了。启叔，何叔，江苏北京上金街，并与江苏北京上金街。李子。点兵混粮，红帝见鬼护翁，红帝听信，想护翁，见鬼行哥，行哥，心梦。一个小小囡仔，竟然拍死乔国中的性命哦！洪哥，我不是故意的，我唔知影安尼会死乔去哦。是啦，父王，请你受我要求，听我意见。是无这个囡仔，年纪还阁真细，真侪代志伊还阁唔明，伊是个坏事个。搁再讲，父王，好你了解，各种性命，如今社会娘娘也一定是真伤心。阿哥，希望各父王，你能够望开一面，留下慈母。阿哥，我也唔敢，绝对无后边。阿哥，你免生气。听恁细道，也知悔改。如果为爱你心梦性命，恐惧啊，我奉赛出生在外也会担心爱妃。君王，刚讲我阿弟的命不是命，今天来到金銮宝殿上，你不是讲你要替我做主，为什么三言两语你就要留下伊？君王。如此受着我不好啊！是父王啊，父王，我明白社会娘娘的心痛，丧父之痛。可是，望帝父王，你也谅解体谅着皇帝。如今大囝身陷黑路不明。如今身高只存一次望这点险命，再说，驸马为了国家，身负重任，战场所在，上班也搁全连不敌。卡叔哥，那是父王有甚物款的要求？我这个做母亲，我因为囝承担，父王，做我的忠贞的君。我比一个中老彩礼还不如，公主将来莫叫我一声姨老母，姑娘，让我请你吊三思啊！如果皇帝被爱心梦夺命，你管哪？准备进来了。
求，但是你嘛甘知，我心内动摇不稳啊！我晓得，初战是雄，讲的体力不变，心望犯差所受，必须也爱驾驶依他。可是，若是要爱因性命、兄弟啊、父母，若是回转以后，在了沙场圣地，会无心出现呐、啊。是，我有了提议，心望行公，这是一定理，以班三杯之首，向下你的父母会不是。是。准备啦！多谢义父兄。想要来身为二路援兵，为什么袂用心？咱小罗十三岁就做水军提督，敢着七岁做宰相？哪里咱秦王为什么袂用心呢？是皇宫造主大利用。今年秦王有事在上，病情疼死。皇宫，今日为啥二路援兵？且慢啦。什么呀？野马啦！圣旨万行进入来，神耀天后，祈归五祖万岁万万岁，请高平仙下凤霄。在下面。家会算你来了。
奉着皇上命令，垂头抗礼，夹击完毕，如今回转而来呀！功礼在哪里？在此，听上来。有功在朝，所以黄金千两，丢断百平，回家听伊用。是啊，皇上，哎呀，好可惜用诶！皇上，现在我着问我，要听伊皇上，要封李罗万岁。到底何人连挂说李罗万岁呀、啊？行家有所不知，正是江洪孙心梦未出兵。小孩童，哪有可能落到战场里去，官位里都万岁呀、啊！你胡言乱语，这件代志是阮好哥做主的，所以我要出将为里都万岁。主客，你们出兵，身为里都万岁，关系着将军性命。但如今姚天虎回来了，有什么急急的代志？皇兄，我令的挂书里都万岁出兵。我期待你期不待，我期待你期不待，我期待你期不待，我期待你。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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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麦冤家，所在不由顺火。好啊，好啊，拢麦冤家啦，洪兄。来啊！既然你两个人，今麦拢想要收回李罗万变的身份，不如分嫁到所在，能得比武夺帅，虽能得胜者。就能成为李罗万岁新婚呐、啊！是，我同意，我嘛同意啊！虽然我变过我讲的，我先准备着要嫁去。人情也是最，啊！你往到嫁场所在，比武夺帅去。老出大哥势力。好了。兄弟准备往家庭拜相。兄弟来到家庭所在。好香囊告慰嘿嘿龙鳞兵队来到家庭所在必不夺帅点告慰事不可伤害林良林子带枪带枪Thank you.
两枪输给再困难。你不是说你功夫够厉害？真好呀！咱两个在咧打斗当中不分胜败，我问你咧，若要斗多一个较大，你够无？要斗偌大？你怕生死军令尊呢？好啊，嘿啥？一个囡仔娘娘，我跟你讲，你就随答应起来了。嘿啥？生死军令尊，咱两个人家中所在要来比武。拍死无赔命，有意思无？我若错手甲你拍死的话，我免赔你啊！啊，我若错手甲你拍死，嘛免赔你嘛！哈哈，你讲这笑话，一个几岁人尔尔？你几岁？我几岁？25。那今年啊，差不多10多岁啊。安尼会好啦，因为你较侪岁，你若是死去的话，我甲骗你的。好，我答应你。你答应我？也毋过上界重要，要入生死军粮仓需要保证人呢。敢需要保证金？唔免，担保人。担保人呐、喔，好啊，无问题啊，我叫我做呀。找啊！啊，你无甲我互公阿公？你先找好你的保证人，再佫讲。可以啊。怎样啊？我甲你讲，起来。做上馒头的迄个，伊甲我讲，要招我入生死军粮仓，好死不赔命。对，你做担保人，无可能。我着我互你上战场，免闹翻，做你担保人。哎呀，出去哦，无可能就是无可能。哎呀，哎呀，担保人，我无担保人。无担保人，你无担保人。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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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无担保人，哼，无担保人呐！我大概将好好当啊！哼，去去。北港啊，你好帅呀、哦！啊，这不是一讲两讲的代志，你有什么代志啦？北港啊，安那啦？以前我二十四军营中，怕死无背命，你给我做担保人好不好？想看卖啊！你八公啊，我几岁啊？头毛吹秋白啊呢？我无法度，你那是啊？有啥物万一的话啊？我无法度阁生一个小金毛啊出来呢？哈、啊，所以你不爱甲我写担保的哦？当然袂用钱哦。什么人？阮啊，阮，阮八公啊！哼，哎呀，洪兄啊，洪兄，阮两个人才了家丈出地，已经约束好，要落西西军营庄。是，是望你的担保人是。听八公，八虎，我当啊。兄洪兄，哪里怪担保人哦？就是我的小妹耶。哪里乡人叫多利雄？谁来呀？谁来？啊！哎，八公啊，你无签名，你去签一张。一张哦。来，哎，等你来等我一张呢。哼！等我要钱拢死。签好你死。要钱拢死。你该死呀！哼！乡人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吉祥比武。哎，你带枪！带枪！音乐村，拜告回乡。